阿三将铃铛挂在腰间，让悟空随便攻击。他看似大幅度的闪躲，但铃铛却丝毫未响。悟空惊讶，将铃铛带在自己身上，可只是微小的动作，铃铛就哗啦哗啦响。波波失望地劝悟空离开。悟空突然想起，在龟仙人门下修炼时，龟仙人不管怎么动水都不洒，而他和克林则完全相反，和这个应该是同样道理。听到悟空说的，波波才觉得悟空似乎还有希望，于是同意悟空可以先在此修炼。而此时天神的声音响起，说很欣赏悟空，破例见他。而当悟空看到他的样子时，以为比克还没死，直接咬着牙冲了上去。天神轻松将之弹开，听波波解释后，悟空才停了下来。原来天神和比克原为一体，为了成神，他将邪念脱离体外，邪念跑去下界化成了比克。说起这些，天神很惭愧，为了答谢悟空，他决定答应他一个请求，但条件是必须留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。悟空开心不已，有神仙指导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而他的请求当然是复活神龙。波波用胶水把神龙一点点粘好，接着天神用神力赋予模型生命，神龙成功复活，而且免去了龙珠一年的冷却时间。此时下界的布马正烦恼穿哪条内裤，突然看到褪去石化的龙珠，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召唤神龙，果然神龙成功出现。神龙向众人解答是悟空复活的他，并说为了下次武道会，悟空会在天界修炼。布马请求复活克林、龟仙人和饺子，机智的雅木茶打断他的话，向神龙说道将比克杀死的人全部复活。神龙犹豫后果然使出法力到全世界，大家都成功复活。得知悟空的成就后，龟仙人无比骄傲，猜想恐怕现在自己在悟空手下坚持不了十秒钟。说完转向布马，为了庆祝我复活，能不能让我捏两把。得知悟空相约下次武道会，克林等人都开始了紧张的修炼，尤其天津犯最刻苦，他绝不愿悟空超越自己。天界，悟空很想去看看复活的大家，但得知比克竟延续了生命，化为了更强的魔二代，他立即干劲满满，立刻就要开始修炼。波波担心地说，如果比克真被杀死，天神你也会死去。而天神早已看开，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必须负责，而且天神不能自杀，所以他才决定训练悟空，让悟空打败魔二代。虽然修炼需要紧张的进行，但修炼的内容却很相反。悟空的第一个课程是心境全无，要像石头一样静止，只用心去感受。经过波波的纠正后，悟空逐渐入门。波波打出核桃，闭着眼的悟空轻松闪过。波波还想夸他，可下一秒却发现他竟睡着了，给悟空蒙上眼睛，让他去追带着铃铛的猫。而波波用另一个铃铛干扰，只会耳朵判断的悟空傻傻分不清，最后直接撞在树上。悟空谦虚的请波波加大修炼难度，在天神的同意下，悟空被波波的科技传送到一个叫可洛山的地方，任务是取回这里的神圣之冠。悟空直接来到目的地，取下皇冠戴到头上，心想怎么如此简单，但下一秒他直接被雷劈中。